我就是觉得他一没素质，二没文化，而且又是一个胡同串子。哎，说谁没文化、没素质、胡同串子？我是给我飞姐面子，我让你两招，你还不识好歹呀？我说这么多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我明白，你也想让我考大学，这样咱们俩就对等了。今天啊，让你们都回来啊，是咱们大茂想跟哥哥姐姐们发号令。我就是想辞职考大学。什么？小茂，你泡病号考大学，我们哥儿姐跟这玩命啊！行了，你这大学不能考啊，烂泥扶不上墙。他真的放弃考试了？嗨，吹牛又不上税，哄你玩呢。哎，哥们儿，我准备砸了我那铁饭碗，自力更生创大业。咱们今天的后退是为了将来大踏步的前进。哎哎，就这小子拖欠你工资啊，这质量必须过关，那是伤天害理。今天晚上正式开工，他干到今天这个份上，他得多难呢。只有胡阿姨说咱们俩的事儿。可以不爱我，但是你不能阻止我爱你。只要你没结婚，我就等你。我知道你从心里你就瞧不起他，你为什么要这样为难他？我需要一张结婚证，九达湾胡同我们家那个小院，你都可以无条件使用。我的叶飞的孩子是你们俩的事儿。该有个结局了，叫你们那傻帽经理下了。这傻帽就是傻帽，中招了吧？那是五万块钱，你拿去用吧。我心疼了，这孩子是真没钱。这叫门槛，过去了就是门，过不去就是坎。